别想不开啊！按，垫一下啊！我站你一下，我去拿东西。我刚刚想说，我躺在这边，然后设定一下开台的东西。刚刚突然一个小黑看到我躺在这边，突然跟着陪我躺。他现在不知道在哪里，这样，就躺在这边。然后刚刚一个小黑靠近我，然后就跟着我一起躺。啊，就那个，那戴帽子的小黑，我站立一下，我还没吃早餐。早安。欸，佩佩声音真的蛮好听的。等下怎么人那么多 ？Hello， 没有啦，我站底下。哎，怎么人那么多？好久没走失恋了，这样你们是要走、喔？我想说，那、啊、我就自己走走看啊。等一下哦，我去看一下那个试验怎么走。Thank you.
行啊，第一段好容易迷路哦。嗨，小鱼。累爆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一个人有办法走吗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带一个人啊？有吗？可以哦、喔。好像有单人，不是啦，我是说速通的，速通是不是要两个人？不然速通的路上没火把、啊，那路线一个人可以好走啊？那么走、啊，我就看看怎么走啊。嗯，怎么走？我死了！等一下。哪里呀、啊？不是啊，你们这个是正常路线呢、啊。我再去看一次哦，等一下哦。这边哦，所以还是阿队呢。然后嘞，往上走。对，我觉得要两个人呢，一个人太黑了。别人，你重整一下，你延迟了。对啊，你看一个人走上去直接黑掉，哎，哦，白痴哦，抱歉，看一下哦，好，面对这边的右边。对不起，那姓名跟教主我不要，克洛伊来跟我。现在应该过不去，什么意思？我这边真的很恐怖。那、啊、你们昨天半夜都在这边玩这个哦、喔，是吗？你们半夜不睡不着觉在玩这个哦、喔。昨天换了很多游戏，我知道你们有玩那个啊，日麻。
哎、欸，怎么一跳就跳上来了？我跟昨天想的不一样。边缘人的录音教主听了吗？我没有要听啊。哪里呀、啊？等一下哦，这边跳上来有个墙壁。这里下去吗？然后嘞，是这里吗？这墙壁，然后这里吗？好像是这里耶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。我记得有个插个尖尖的点，是不是？那边吗？不是还在踩一个细细的东西吗？这边没有路哦。啊，你要不要进来带我跑？过不去，好，我回去嘛。好，回家回家，我请边缘人带我。好妖哦，我是这里。你想加一耶？什么加一？咯？哎、欸，对，小玉，边缘人年纪好小、哦，想坐在那边玩。怎么飘不起来啊？飘不起来、欸。从远处冲刺，哎、欸，然后嘞，哦，你说冲刺哦，好，往右边冲，好。艾们也不要逼人家唱什么小蛮腰啦，很恐怖哎、欸。那可能是他一辈子的阴影，不会他心甘情愿唱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不然那天我为什么唱小蛮腰用王菲菲的声音？不是，你们要说他唱得很开心。他自己偷偷唱的，又一个傲娇哦、喔，天哪、啊！马同学好像很会哦。左右滑来滑去。不是
是好，今天就算唱好了，你也不该要录音啊！我觉得录音不太好，录音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。你知道录音是一件，就是有别人把柄的东西耶。哦，现在在干嘛？在跑试炼。可是第一层我不太熟啊，第一层会迷路哎。我要怎么回去第一层？出去再进来？放弃。好诶、欸，难得今天蜡烛正好跑完一根都没有多，跳下去就好了，就从第一层开始吗？还不是因为看到你说你学会了，还有想跟着学。有路线回到第一层，哎呦，完蛋了，没关系。唐月安安，哎，不过我今天梦到没开实况跑回去上班的时候，我那个心情是想说，怎么讲？我那时候还记得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我记得我是做实况的啊，怎么会在工作这样子？我那时候心情是，又突然回想起说，哎、欸，记得我是做实况的，怎么我能在这边上班？而且上班的钱还比做实况的少。我想说，为什么实况做不下去，反而做这个做得更惨？好，我们重跑一次，我们再跑一次。没有，第一层想要熟一点呢、啊。可能压力太大。你是说做超商压力太大，还是做那个压力太大？对了，差点忘了，什么东西？哦，你说给钱哦，白痴哦。我只是想要解锁杯杯而已。哎，这边不能，不行了吗？不等边缘人吗？是不是要重来啊？没有用了，跑过就不行了哦。啊，不能一直玩哦，回家再来，好吧。边缘人来，边缘人过来，边缘人过来，我靠呀！谢谢你的解锁啦，没有啦，就讲了解那个之后，你飞地图会比较方便呢、啊。我们在很远的地方，你至少可以直接传送过来啊，因为杯杯跟那个瞬移比较方便。啊，边缘人嘞，他不是说要来？还是你要回去陪克洛伊、阿西米？
你也想学哦？好啊。他是说晚一点啊？谁？还有看热闹的位置吗？应该有。他是说 low 是晚一点吧？你当个坚强的人，以后跑图就靠你了。哎，我讲真的啦，你要想一下，欧弟他们是玩光遇王多久？就每天都这样跑，但是当时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人。你看欧弟也是当孤狼当很久啊，还有谁音乐啊？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人陪着跑，真的要撑很久欸。你私底下有朋友？哎呦，那算了，当我没讲。嗨，维尼。小妞他们比较可怜，怎样？小妞也是要，我都找克洛伊跟番茄，我知道啊。可是就是你要想哦，这款游戏关于像季节过了或是怎样的，就可能每天都只是跑图跑图跑图，啊，跑完了之后就慢慢会变成说不知道干嘛。你都自己跑，我知道啊，你还开实况跑啊？我那时候有在看呢、啊。跑完就关，好像是某种每日任务，不是吗？以前那时候也是每次开都是上限6小时以上，可是大概过了1、2个月之后，就是每天上线跑完蜡烛就不知道干嘛，不像你啦，你还会在人家云野那边看人家聊天互动什么的，手借我。然后右转，然后这边是不是？好像还没到欸。然后嘞，再来嘞，这个左边，好。哎呦喂呦喂！好了，上来就不知道干嘛了。上来，然后跳下去吗？哪边？明晰知道路吗？这里吧，然后这里哦。好，墙壁跳下来旁边这个凹洞。
干，赶快停！那个，这个洞。这是哪边？我就是一个凹洞吧，这里吧，是吧？要上来，我再看一下影片好了。嗯，上来，走，左边墙壁跳下去，右边。这里吗？你们好猛，练习这个还行啦。再看一下哦，左边墙壁跳下去，右转。感觉在对面呢，不是这里耶。星星你怎么看？第一条比较轻松，没事没事，我们重跑。你走另一条，啊，没办法，当时看到的路线就只有这一条啊。还有一条是沿着地图边界走，欸，然后嘞。人嘞，
你上得来吗？他、啊、上来这边要往哪边走啊？哎、欸，说要带我的，可以不要走那么快吗？往哪边？走，快去！感觉不是这里啊，换教主等我，好，我等啊。感觉直接走到左边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白痴欸，是啊，因为刚刚第一次跑的路，跑的过程是最后只用走的走到那个啊。不是哦，西米，这不是速通了哈？再往上不是从那边跳，什么意思？再往上。你说再过去哦？哦，对啦，对，哎哎哎，晴曦，牵手，牵手，牵手，对啦，这里啦，这里有一个那个墙壁啊，哎呀，这里，对啊，这里啦，然后这边有一道墙，你可以照一下，照亮一下。咳咳，然后跳下去吧，然后这个东西下去，这里，好诶，重跑咯，看这里又是哪里？傻眼。好像也是啦，天哪！我忘记还一道墙了。吉米，我们到了，进去吧。神奇的路线，对啊。吉米，进来哦、喔。你有到吗？阿明，我在哪？我是谁？你丢双人影片路线到地心，
有传送吗？没有，太贵了，之前都没有在跑升华。我们回去找阿明吧。我们走得回去吗？我们去找他，他好可怜，快点。他现在是一只被抛弃的兔子，他现在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他好可怜。我们赶快去找阿明。你也迷失了，你根本就不在这边，骗我！他在几楼？他一楼，他在上一层。好黑！我真的可以想象，就兔子被抛弃，然后很黑、很湿冷的那感觉。那是谁跟我说可以回去的、啊？没办法，逆向回忆，楼图被爬起来。哇，阿明，你要不要回去啊？阿明，你直接回家好了啦。给他回去了。他回家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欸，他还在。阿敏回家了，刚刚不是还在同一层吗？他就莫名其妙走到终点了。好吧，你先回家了。我们今天是想打魔物猎人啊，我护食。护士那边乱卖都不留，结果后面需要的护士都我都有印象被我自己卖掉了。我要去抓奸。你看这时候。吼一下！哦，躲开啦！我这样飞不到他那边去啦。你看，我就在你身边了。你要解这个先祖哦？哦，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那个撑伞大队集合！允许我们走。那个，这个会解到哭出来哦，等我一下。这个当时在解的时候，解到我跟雨林啊，然后那时候在对一个人生气。要走要走要走，不然会洗。要走要走要走。欸，那个，不然克洛伊，你不要走。你有个想法，嘿，请说。先进来，先进来吧，先进来吧，先进来吧。啊，来，我解释一下哦。那个先祖一样怕水。所以你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要找遮蔽物给他。
杯杯撑不到，我们之前没有杯杯啊。哎、欸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说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哦，你是这个想法哦。那我先回去换身高好了。那先祖在哪里？在二图，第二张地图。那时候我们姐，这先祖原来撑场有用吗？有啊。那先祖我们当时在撑的那个在顶的时候，被那个，因为那一天是。那天就是那个先祖父那个的任务，然后就每个人都要去牵那个手，有导致说每个人要牵，然后速度不一致，导致那个先祖一直死掉，一直重来。不然那对啊，那天是被一个小黑气到我快，真是俩公哎，八分。金明，走快点，走快点，走快点！最难的是这一段啊，这一段，这一段。这段太长了，没有什么遮蔽物。欸，新敏不要来牵啊。行动遮蔽，你是说你是跳着一直在撑是不是？好了，有没有觉得这啊，克洛伊，你解这先出解多久了？我是不是没有及时出现，你会哭出来？我刚刚想说你怎么撑一撑人不见了？你怎么那么高？我靠，你喝巨人药水哦？哦，你吃魔法，哦，难怪哦。你怎么不背我？你背我不就更高了吗？你背我看看，看我可以多高。我就不明白为什么，那我现在再背你拉一次，走啊，我们再去试一试。等一下哦，你好，等一下哦。哦，烦，这边太多东西了，我点不到你啊。他是不是不让我们体验了？欸，你的伞还是比我高啊！啊，要过图，好啊，没关系啊，过啊。
我刚想说你有个想法，我想说是要飞飞吗？就不是。那我需要资源了，好啊，等一下哦、喔。那个马同学是不是也没解？凑热闹，你有我好友吗？木木早安。你是不是想制造我跟你独处的机会？哎、欸，我们剩三分钟就要吃海胆了、欸，哎，三分钟解得完吗？有哦，那你也不用了吧？满了，不是满了啦。一夜月来飞，好高哦！大波伞，那呆鱼在不在啊？不然呆鱼等一下说我叛徒，我偷跑。等一下，佩佩跟月月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最近好像走很近。月月，快，两分钟了。月月。过不过得来都要讲啊！你走到一半了，那我们回，那我们赶快玩吧。没事，他等一下过到一半就会走回来了。欸、阿七不要啦，阿七阿七走开，阿七走开，阿七阿七阿七走开。是没有用啊，还是我下来，我们一人走一半，放弃如何？放弃去吃海胆好不好？你半公中资源，哎、欸，串到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，我们串到了。真的视野很拼耶，抱歉啦，你超卡，你不要来解，你不要来解，你不要来解。三点了，我知道，反正还有五分钟啊。我这里，这里，你要走哪边？今天任务是这个先祖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再来解啦，秦夕，等一下再来解啦，如何？好，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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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，回家喽！这么嗨的吗？太扯了吧！我们先吃海胆啊，吃完再来。教主，我可以串过去吗？你要就赶快过来啊！你要就赶快过来，要出发了，不然你都等一下飞到定点的时候，你赶快穿过来啊！飞过来不是穿过来，穿过来。哦，你赶快过来啊！二、四、六、七个，
好，满了。啊，等一下哦。走了啦，走了啦，先走了啦，等一下再说啦。不然等一下来海胆这边啊，等一下过图，哎，你现在就可以传了，不行，等一下到海胆你再传啊。如果我的副科有这么巧这么准的话，有多好啊！你看，如果昨天是副科兔子面具，我马上就可以读升高了、欸。还好升高药水没涨价。哎、欸，番茄来了！番茄，我不是说等到海胆那张地图你再传会比较好吗？不然你会跟不上啊。番茄，依莲啊，你等过图，到了那个海胆的那张图，你再马上传过来就好了。早知道晚点再解，谁知道克洛伊斯预言家哎、欸，登高药水涨价会吐吧，反正就死个人，我知道啊。哎、欸，你想一下哎、欸，跟人家传送就要十个。他是想怎样？他是觉得说这游戏不会有新手来玩的吗？涨那么贵，好，你可以传了。换的意思是你在那张地图突然人消失，跑去别人的地图里面，那叫串。你特别传送过来，那叫传。克洛伊直接崩溃，不会啦，等一下再陪你解啊。可能想说老玩家每天都跑，我们这些老玩家也没有每天都跑啊。番茄快传，番茄快点传。哎、欸，里面的，哦，好吧，可是刚好五分了吧。我是没了才会跑，我也是啊。我昨天为了跟妹子点亮，我花了15根红拉。番茄船。还是满了。我来了，跟呆鱼说一下，我说我要先偷吃海胆喽，不要说我叛徒喽。确定了是雨伞。黄木木，拜拜。完了，然后早才在说会被小黑气死。那如果兔窝或观众有我好友的话，应该说兔窝或者是观众有我的好友的话，
要解任务可以说一下哦，尽量避开跟小黑碰面的机会。夜月会过来吗？什么意思？没事，我会跟着帮忙当遮蔽物。它可不可以更大、啊？这其实可以中间放个火盆。中间放火盆会办法哦，好吧。我看到一个深蓝天主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解。深蓝，应该是亮蓝色吧？谁叫我？我看一下。他刚刚一直在主导浪。飞云叫什么啊？的游戏里面叫什么名字啊？那游戏你光遇叫什么？就云了、喔、哦，有你好友。简单暴力，这叫什么刺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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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大概等一下吃完馒头吧，就休息。我也没有想要开很久啦，想说本来只想要跑个火试炼练习一下。一连来啦！晨晨不是要加好友，晨晨，番茄在问你啊，晨晨，如果不想要小黑打扰，可以跟我一样关网路，快到的时候再开就好。一连应该也串了，一连串啦、啊！番茄有没有看到？他说等馒头结束，不啦，等下可以去馒头那个啦，馒头的桌子上面弄。一连在哦，哦，看到了，他到了。对啊，现在有海胆，先吃海胆吧，不然海胆是会消失的火哎、欸。然后30秒没理他，还是几秒没理他，都不见给你看。我们应该晚一点去拯救克洛伊的，有没有？啊，每日跑完去看一下克洛伊哦，克洛伊刚好在这边呢。而且你跳画面很容易串掉，不是吗？怎么感觉秦夕的脸比较蓝？我的幻觉。那、啊、你脸比较蓝啊，
我看起来比较黄，不对，还是因为衣服。衣服你这身搭配有没有让你的那个皮肤显黑、显蓝？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，我想看你不经意的走过。啊！像那些最近才入坑光遇的朋友们，这个光遇怎样？然后我们再来问问那个玩光遇很久的啊，维尼同学啊，你觉得光遇是怎样的游戏？是不是很难解释？放闪的游戏，他那时候好像就是在那个哪里，云野作者吧，然后就看到两对小黑在那边抱抱还是什么。心得分享会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有些人就不知道光遇在玩什么啊，就想说让你们知道看看。现在这些新手好像刚玩一个礼拜了吧，还不到，差不多了，应该一个礼拜了吧。然后就让他们分享他们心得啊。光遇答，手机很热，对。不是小朋友适合玩的游戏，对啊，樱桃听到没有？本专该复活了，发一篇询问光遇知名度，然后配图，还不到一个礼拜，好，那我礼拜日再开始问，心得报告哦啊，老师交代的作业心得报告。五天新手表示好玩，有人第一天给我那边玩通宵，整夜不睡觉的，有看到整个傻眼呢。虽然当时我好像差不多，我断手了，白痴哦！你好，不是啊。不是我没那么干，我没说你啊。不是啊，你也差不多了吧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圣岛火吃一吃，啊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媳妇的妈。你刚玩也是，我刚玩还好因为那时候我知道我跑一跑就没能量了，我就放弃没有跑了。其实我那时候玩的时候，没有，也没有怎么讲，也不是说我开游戏就能陪我玩，是那时候是看到他们有在开有在救我才上线这样。那后面是到了优化是有时候会上线的时候就问我说兔子要不要跑的。就说好啊，那就前面一开始我跟优花那时候是应该说同一时间差不多时间玩的，然后他就那边练边看攻略边跑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花了4小时跑了
跑了那个五张地图，还六张。那到了很后面才是，大概跑一个月了吧。他那时候就是大概两小时内就可以跑完。我那时候觉得说，哇，他好强哦。啊，所以当时其实跑图啊、捡金人啊，然后剑姬，通通都是靠优化。我就是个跑图废人，啊，只会蹭图，只会打扮的漂漂亮亮的，然后去当人家的充电宝。所以那时候谁，可能有一些像好了，哪天如果杰克真的入坑的话，我到时候还不会跑图，我想说。很糗欸，那天如果哪天他可能也是开台湾还是什么的，又碰到两个大大都不会跑图，就牵了一个观众在跑，我觉得这画面也不是很好。然后说至少还是学一下好了，对，以备哪天不时之需。欸，对，那再来是那个。吼一下，马同学吼一下。干你给我睡着。上班中哦，干上班好好上班哦。我两天就被别人带完所有图，然后第三天就被带去献祭了。我那天也是啊，我就是第一天吧，那个冰沙带我跑完所有的那个丁人，然后第二天就是吃一样就是吃火嘛，那第三天刚好碰到那个礼拜六。礼拜六那时候，我们就是把那个啥，想说隔天礼拜日就是要献祭了，然后他们这边献祭好玩啊什么之类的，就讲一大堆。他说人生必经过程，我以为献祭完之后就是不会再过去了，当时我是这样想的。然后就献祭完一次之后，就说我再也不来了，我那时候这样想啊。结果谁知道？献祭完后，断线了。马同学断手喽。献祭完之后，他们我就看到说，哦，有蜡欸，然后就想说点一点，啊，怎么不够了？他说，对啊，所以还要再去献一次啊。我就啊，还要再去哦。别说好玩。谁说好玩？我怎么讲？我该怎么说？等一下你要去打他吗？那些玩很久的大大们说的啊，说献祭还蛮好玩的。他说体验一下啊，就等到下次还要献祭的时候，我就说啊，很恐怖欸，都觉得好累哦，献祭怎么可以那么烦？我跑了一个半小时，你是说暴风眼吧？你一个人跑哦？我们先去烧馒头吧。没有，我们先出发去雨林啊，要一起烧那些的，再跟我们再来。先记好玩，靠腰，叫你。献祭路跑了一个半小时，
你是说在红石鱼里面吗？你那时候不是半夜看攻略看到三点，要背火吗？我先背火是不是？等一下哦，那我等一下。我能去吗？你来啊！你能来的话，你来得了的话，你跟克洛伊再去了。红石鱼我真的不行，我又刷了一次那先祖了啦。没事啊，番茄，快点，晨晨问你。番茄，你先跟晨晨加吧，加完之后你再过来就好了。当你永久意识15以上，先就很好玩，就轻松很多啊。就是你前面番茄，晨晨，不然到那个啦，到馒头那边再加啦。晨晨走吧，走，明熙出发。对啊，就是前面痛苦一点，就是因为升华蜡不够嘛。那就是你陆续用升华蜡去解锁那些先祖的节点之后，啊，你越后面跑图会越轻松啊。不把升华的拿升华蜡会比较轻松。所以当时为什么在跟你们讲说，跟朋友，什么？跟朋友解那些的话，也不要解过头嘛。然后那时候是跟讲说什么副科大于地图先祖大那个啦，大于朋友大于地图先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。因为你副科先祖那个永久意就是，懂了吗？就是每个礼拜可以加一个永久意，每两个礼拜加一个永久意。啊，重点是那个先祖是你还没有解锁完的。像可能下礼拜的先祖，我可能是曾经解锁过的，所以就那个礼拜的蜡剩下来。应该说，你给我跑图，你给我去跑图，女人。复刻先祖有四天时间换，对啊。如果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讲说，前三天就先省，因为他们三天前就开始在那边要什么解锁好友，有的没的啊。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，那个是限时四天而已。啊，你不够的话，你可以趁这四天赶快再收集不够的。啊，他们那天就还在那边想要解锁更高阶的，就被我凶了啊！啊，我凶完之后，就现在就跟他们讲说，懂意思了没？冥想在旁边，你们不冥想吗？林夕。没看到啦，不要那么凶嘛，西敏。你这样子，就克洛伊会爱你哦。像你妈怎么办？你妈会觉得说你是喜欢女生呢、欸？哎呦，我断不了手啦！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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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样子，我要把机子拿起来了哦，气死人！赶快先坐好，你们先坐好，马同学坐好。直接怎样？不是，我就点不到哦。我用 Switch 玩了一个礼拜多了，我玩不……啊，算了，我不想讲了，我不想讲了，就是很难按哦。直接按动作栏，这样也可以哦。闹起来，说这个吗？哦，我玩了快一年才知道，哎，怎么没人教我？谢谢清晰，谢谢谢谢，就是我还差12天就玩一年了才知道的事情。他说什么？
我都在点我的留言，我看到西敏跟克洛伊的蜡了。没有这个，就这是越早冥想的话，就越多人那个啊，越多人可以点爱心啊。对对对，讲一下哦，当你冥想的蜡，就是你的留言有十个爱心的话，你可以那天可以拿到一颗免费的爱心，所以你们赶快彼此看到谁就是加一加，点个爱心呐、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你们每天都不每天就今天可以拿到一个爱心，因为都出现西敏，它上面有个那个啊，删掉留言啊，屏蔽掉这个留言讯息啊。啊，你点完的时候你可以屏蔽掉，没关系。变成100了吗？是纸船，对啊，纸船吧。就是你们有时候会是在路上看到水里面有个纸船或纸鹤，那个如果有100个喜欢的话，会一个爱心。我收到米卡的一封留言。你这样后面的情何以堪？你这样后面的情何以堪啊？没事啊，后面的就直接经过捡蜡就好了。啊，这边怎么火种没有人烧？可恶！啊，秦夕今天没上班啊。你不是说平时你的发型是那个吗？如果是那个什么的话，是你。很难炸来的，不是。我刚以为有个小黑往前走了，我刚是以为有个小黑往前走，这边没八个人，代跑是林克，也不来跟你们这里啊，所以我才说。刚刚是想说啊，林克不是你吗？我知道啊。啊，反正先跑吧，跑完去找阿嬷，阿嬷找完再去接任务。今天还有什么任务啊？重温记忆哦，有事出事可以叫我，我戴耳机听直播。应该来得及吧？如果你断手正在淋雨的话，我应该大喊马同学的话，你应该还死不了了，因为我们会在旁边一直吼你，吼到你回神，应该都还来得及。因为在这张地图，你手断掉很危险。第一个跟第四任务可以算一起吗？可以啊，就是你解完任务之后，你要再点一下那个蹲下来的石像，要送他上天堂。第一个任务就是你要那个送他上天堂嘛，就解完之后你要再烧他一下。那第四个任务是你只要解完他的那个任务就好了。你是说今天雨林先祖超难解吗？
对了，还不错难，还不错难解。要不要来乌鸦嘴一下？如果明天是四龙图的先祖，要哦，我们要解吗？我不想解。不要打字了，剩下两分钟了，晴夕。哦，旁边的晨晨一直卡我。哎，晨晨。去做自己的事情，不要再卡到人，好吗？这就是我跑图不想碰到的事情。你可以去跑其他图，不要一直靠太近，会影响到人。不要吧，我也放弃了、啊。你看，又为了一根季节蜡烛，然后冒着生命危险去用，我也是觉得不划算了、啊。很亏、欸，虽然那个翅膀捡回来就好了，可是就是要花时间啊，很累。左边的哦，算了，萤火没差。你是有几根蜡烛错过了呀、啊？没差，没差，没差，没差。对你来说，这根蜡烛会变成白蜡。对啊。没事啊，因为后面也会有几天是那个祭蜡加倍，意思就是，你地上的那些要烧的橘色蜡烛会变成四根，然后，欸，然后，等一下、喔，我拿起来。欸，我断不了手欸。等一下，人太多了，我好烦。可以离开餐桌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可以离开餐桌一下吗？老人家的手不太好点。干不是啊！哦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现在发生一点问题，老人家的手有点点不到东西。哦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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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可以加好友了，晨晨番茄。画面，等一下，刚就说等一下，我画面拉起来。没办法，不然这游戏有时候 Switch 还是要碰萤幕才能弄啊，万一东西放不了啊。你跟这游戏不熟，我在前两秒说我要把 Switch 拿起来啊，万一你跟我讲说你刚刚才进来啊，我也没办法、啊欸、靠腰啊，奶奶放下我，奶奶，我被抱起来了，救命，我被阿嬷抱起来了，你不要逼他，我真的快气死了，不要逼我了，玩这款游戏本来想说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玩，就还是这么累，我去打斗争好了。我就没听到，你看，那能怪谁？我也不能怪你啊，你也不能怪我啊。我不会用，我们还是用蜡烛吧。教主这边干嘛？要干嘛？
拉着我剪哦。我想说怎么拉着我的脸，什么东西？没有那个番茄，你复制了那个网址之后，你把番茄的图案改成 SKY， 懂意思吗？你可以复制吗？哦，你也是不能复制的人哦。哎，有谁可以帮忙复制一下那个网址，贴在 2ODC？ 就是贴在 2ODC 给他们家。看不到晨晨说话。是晨晨的那串网址。你可以坐下啊。坐椅子，坐椅子，清晰，坐椅子，坐椅子，你们就是没坐椅子才看不到，我气死！那个晨晨，你再贴一次，你再坐一次，晨晨打，没有你们啊，不是跟你们讲说这游戏你要坐椅子，要烧过这个大组才看得到。哦，点开就有了、哦。长按对话，我也试过啦、啊，我也是不能复制哎。所以那时候都是人家贴 QR code 给我，我不能贴网。哦，长按就复制好了，是不是？番茄 DC。番茄 DC 帮你弄好了。欸，利恩，你那个要改成 SKY 啦。你那个你原封不动复制的话会是很奇怪的网址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那个番茄的图就是点 THATG 那个，你要改成 SKY。还有一个有效网址。哎、欸，你们要起来吃哦，有些太远吃不到哦。那为什么我不行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行。好了，谢谢各位。不会不会，你是不是现在真的很佛系在跑啦？你九亿而已。你九亿，你呀、啊？你不是九个翅膀吗？下次我们还是用蜡烛吧。哎、欸。不要出这种有钱人的发言，好不好？钱可以花在很有意义的事情上面。哦，永久一八十四岁没关系了，哦，了不起哦，了不起。所以这游戏只能送礼包、哦，不能送别人蜡烛、哦，这样子吗？可以送蜡烛，真的假的？好友集镇那边有蜡烛可以送哦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哎、欸，番茄，你可以送我蜡烛哎。哇靠！那下次你们抖内，我还是抖蜡烛好了啦。你还缺蜡烛吗？哎、欸，你看一下我左上角，我原本1200根蜡烛，哎，现在变成983根了、欸，哎，
你看，哎、欸，那个谁，克洛伊那个不算呐、啊，那个克洛伊那个加起来也不要到很贵啊。克洛伊，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番茄。但手机版不能给 Switch 蜡烛，我有手机啊。不是啊，983还是很多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你想一下哎、欸。我最近都在跟一些他们都缺爱心嘛，就刚刚互心嘛，然后互一互，然后就这样子。你看哦、喔，好，比如玩5天6天好了，我少了好多300根啦。好，比如说300根嘛，啊两好200根，你看200根，我再几天我还能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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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大礼包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囤到现在才一次解啊，利恩？你刚刚那个辣怪怪的哦。你给谁？如果要给东西，不要再讲，不要再互动东西太多的地方，我看不到、哦。一天15来说，200需要花少10天，很快好吗？等一下，马同学过来一点。马同学过来一点，点不到，点不到。马同学过来一点。啊，我想到了，有想跟我解锁跳舞的话，我都会直接抖给我，然后我直接买蜡烛，然后。给他这样，奶奶要离开了，还有1分钟啊，不会多啦。就这个啊，那时候解了几个跳舞的啊，还有呆鱼啦，那时候跟呆鱼姐跳舞，在线抖内什么东西，你要给蜡烛、喔？你是真的要给哦、喔？他花钱了。有人要加吗？加码吗？这样你能氪吗？雨伞，走啊，我们先去雨伞。哎、欸，你是手机吗？你是手机的话，我晚点开手机啦。你要给我蜡烛的话，我晚点开手机，你给我。不然我真的会氪白蜡哦。我是有考虑要氪白蜡的啦。如果这样子换下去的话，你想加你等一下好不好？现在我们这边也满的啊。氪都氪，很贵耶。欸，一单多少啊？你去厕所一下，氪。不然等一下就是结束的一批就先回去啊。
雪玲，谢谢。1690。好了，各位，请撑起你们的小伞伞。哦，武器好难用。番茄撑伞啊，番茄有伞不撑，你的道具现在会变成雨伞啊，所以你可以帮忙撑一下。哎、欸，先进来躲个雨啊！白痴，旁边这边可以撑。哇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没事，要心平气和，我们不可以生气。走啦，一个人不走的话，其实。很解很久啦、啊。你在上面没事，你说的哦、喔。那我们走快一点哦、喔。走吧，走吧。那他说没事，但是还是请你们走快一点，前面的会断掉，好吗？后面的跟不上可以跳一下，跟不上跳一下，马上就往前走喽。伞怎么来的？魔法，只要你在队伍内有人使用魔法的话，牵手的可以拿到魔法。所以这一些是秦夕刚刚用魔法签到那个用到的。有啊，番茄名就我、哦、是马同学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跳的撑啊？然后要烧，烧了才会回任务哦。两次飞，再来找月亮抱抱回能。你可以抱我啊！不喜欢这任务，你后面还可以碰到更不喜欢的任务，你相信我。还有更不喜欢的。好了，那个解完任务的可以先回浴巾了哦、喔。你 switch 不要不好按，我现在抱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抱，乖，女人抱。
好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我跟秦夕留下来，我们继续帮人解任务。哎，你们还有谁没有的？你们还有谁？特洛伊跟西明解完了吗？阿七过来吧。廖家的传谁？传番茄吧，番茄都有，大家好友吧。还有谁？阿七，解完的回去让，对啊。剩小黑的了。好，那阿七咧？阿七，你要写作业了吗？阿七，你解了啦，只想加晨晨。哇靠，欸，没人了，我们走吧，被耍了。我晴夕就没有，你也没晴夕的，喔，那你要加吗？晴夕的你用 QR code 就好了，吼，他在吐窝啊。他可是我任命的那个，欸，有问题就可以问的名单之一，欸，林夕、欧弟啊、冰冰、小妞啊。那我们回去吧，没有人了。感谢你，有包包是不是？走啦，回家回家。我们对阿七的志愿时候写作业，对啊，那时候不是还在那个吗？右上角跟别人一起写作业，没事啊，任务有解完，哎呀，记得还哦，不要跟我一样任务不还的哦。看一下哦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大礼包，就这个啊。150根，再加40根蜡烛，约台币1700块钱。这个，我去换衣服。1690，可是我是那个啊，苹果手机啊。哎，对，你们送我就不会有手续费了哈。佩佩也是大佬，佩佩声音很好听。我的印象就是佩佩声音很好听。我们现在跑哪里？继续把雨林跑完吗？我看一下哦，喔，现在4点，都好啊，我可以带啊，我有变强一些些哦，喔，我也是有变强的哦，喔，要不要带给你看啊？昨天在跟呆鱼学怎么跑，应该说这两天呢，啊，有在学怎么跑。女人，把手给我。二图刚刚漏了4处，没事没事，来让你看看我怎么跑的。太害羞了吧，不然佩佩你进 DC 我们来聊天，让你们听听看媲美克洛伊的美声。克洛伊的声音是甜，然后佩佩的声音是幼小。声音真的很小的声音，也不是说到那种很奶，就是怎么讲，反正就是好听啊。就昨天看他们一群在那边开麦，我就想说啊，要睡觉了，那，啊，进来听一下好了。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从来不知道他们，应该说从来没听过他们开过麦，像欧弟嘛，平时都喜欢用打字的。然后那个边缘人也是，艾利恩还没听过啦。干脆叫克洛伊一起订 DC 去讲，好啊，
我就把他们开那个放到我那个私人房间。哪天要回去打一下魔物欸，怎么按都忘记了，三天没开了。你有听过我的声音哦？我有吗？你不是都喜欢打 OU 哦？来啊，你现在下班了哦，我们等一下这张地图跑完吧。你刚刚说没跑完的图，我想一下哦。这里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停息，你断了。也是光遇开的，我没有开，我没有听哦。你不用加班了，不然等一下那个啊，这张图跑完我关台再来。抓奸在床，哦，我脚好痒，好好笑，繁星，我在开台哟。你们知道还没抓奸在床哦，是刚好我串过来的时候你打这个哦。他在干嘛？要逼我过去看你们在干嘛哦。这个月光啊，就是那时候有讲了嘛，我幽花还有月光跟一个叫做汤包的，那时候就是我们四个都一起跑那个试炼，因为那时候就是汤包跟月光很会跑试炼，然后我跟幽花都是蹭他们两个的车，然后之后我就想说，不行，我们两个不能一直依赖他们，然后就开始跑火试炼那些了。你在干嘛啊？这边吃过了吧？哦，吃过了。就剩下左边通道哦，对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还有萤火旁边的墓碑，好。墓碑我知道，这边我也知道，我只是不确定说刚刚那边哪人。也是，我不讲话时就把我当聋啊。完蛋了，点到那个火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有想蹲，我没有想蹲。我们在用小号偷讲话啊，秦夕。你怎么把人带出来了？走吧。然后讲一下哦。这边这种挂机的萤火啊，是跟馒头一样的火，所以这边的萤火挂机挂满了之后啊，萤火挂满了之后在哪里？这些火，萤火挂满了之后，馒头就吃不到了。啊，馒头吃满的话，这边也没有火了。
阿七还是我们都传繁星？来啊！等一下啦，馒头这边好不好？你们来馒头这边再传。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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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阿七来。阿七传我。阿七嘞？是米卡、啊。然后一二三四，有哎，他们八个了哎、欸。晨晨你先回去好了啦，这边八个了，他们开小号，所以是四个。你们回去再传我一次。米卡是不是换号了、啊？你是说魔卡吗？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传我传我，先传我先传我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烧、哦。你都没加，还有好多，对啊，传我，有延迟，赶快重整，传我。还是不能，你骗我，啊，晨晨就进得来。为什么啊？里面有人吗？没人啊！哎呦呦呦，你们见面了，你们见面了！阿七，快过来，不要写作业了，阿七。等我跟教主跑完雨林，再帮你拉。对吧、啊，海林，等一下哦、喔，还是我们先去帮他跑不完的图，没关系啊，这我可以自己跑啦。你要去帮他吗？应该说我只有一个有加繁星，什么东西？你们这些有小号的都很恐怖哦。用来送爱心，我觉得小号也很爽哎、欸！你吃个馒头、海胆，你就可以有几天爱心了、欸。呆鱼，呆鱼过来，看他要不要来。然后昨天叫呆鱼开麦的时候，讲一讲，讲那边笑出来，那干嘛？你总共有三个号，克洛伊呢？他现在有姓名不要我啦。要不是当时玩了那个鬼抓人，根本不知道克洛伊是女的，好吗？都有在经历，没有哎、欸，他还没来。
回来了。来，晴曦，这位叫呆鱼，这是最近几天在教我怎么跑图的人，也是大大哦，也是个妹子哦。也是个香香的妹子哦。然后昨天我们跑图跑到那边快笑死了，他很认真在教我跑图，我却在那边想歪。刚睡醒，你们玩到几？你们昨天在玩到几点啊？昨天两点多，你们都还在，还没玩日麻。欸，不过我讲好啦，就是那种录音档还是什么的，虽然可能觉得本人无所谓还是怎样，还是真的不要拿来卖给别人呢、啊。怎么讲也不是卖，就是拿来什么当要挟还是那种感觉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就之前我那时候就根本还没露脸的时候嘛，然后其实我很忌讳那种。那种，一些公共场合，我那时候就被人家拿去卖。然后昨天就在这边，因为我站太高了，然后呆鱼跟我讲说太高了，下面一点，然后我就说我想歪了，我就觉得我很不好哎、欸，这样不是很优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又太高了啊？哎、欸、有了。嗯，不行，我想到昨天我还是觉得很好笑哎、欸。下面一点，对，他就跟我讲说太高了，下面一点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不行，我想歪了。好像我朋友赚理智，我有个朋友做出这种事情，我先冷战。什么冷战？哦，你是说卖人哦？对啊，我真的觉得不要随便随便便就拿音档啊，或是哎，再来我们要走哪边？等一下，左边。右边，我讲一下哦。我以前应该说，我那时候不是说好我要开始认真跑图之前，我是不会跑下面那张图。我觉得下面那张图有点闪，而且感觉又有点拖时间，我就果断放弃不跑。嗯，其实我也不会跑下面那张，就是觉得太拖时间了，而且太闪了。我原本也不跑啊，然后那时候想说他跑完好像才几分钟而已，我觉得哦好像还好。也不会去跑试炼。嗯，然后嘞，你要说什么？建议我不要跑了。然后也不会与你，那你走开，我不需要跟你跑了，你走开，我不跑了，拜拜。你走开。
那、啊、你怎么都不会？学啊！不会，学啊！很难吗？你看我，我不再学了吗？我说不是那个意思啦，不是那个不会啦。旅行会造成人家串线，没事啊，现在就没有啊。对不对？现在没有人，没有人传我啊。而且我那时候也讲了啊，我在跑图的时候，不要无缘无故突然来蹭车啊，不然你会让我跑图就跑到一半。请问是这样子串吗？好，我下次不烧了，我下次不烧了。不见了。哦，想起来，我那时候就是在这边，好像。都是这样子吗？好可怜的，我的朋友呢？刚刚还在的啊，我的朋友呢？我的朋友嘞？他们刚刚还在的啊。然后花炸了、欸，哈哈，我去！因为大鱼传我的时候还是没有听鱼的，那这样怎么办啊？可是我昨天跟他跑的时候都没事哎、欸，还是我传你们？应该是我传你们吧？哎、欸，雨林也来了哎、欸，我的二号车长。就看缘分吧，好吧。看你要不要骗？我牵好女人。对耶，又下雨了，没有了。好紧张哦，好紧张，好紧张哦！三个都是会跑图的，然后被我带着，天哪！我乱跑，气死他们！没事，我很心平气和。不会，你刚刚什么都不会。你刚刚只有说什么你什么都不会。我不会。没什么。我不会下面的图。欸，不会跑试炼。没有啊，其实就。我都不会，不是这个。我知道啊。啊，你听不出来我在乱吗？天哪，你是不是太久没跟我相处了？是去了浪费时间啊！可是有些人就是会想要学啊，啊，不然我什么都不会。欸，等一下，啊，不然我什么都不会玩这款游戏，对不对？你看聊天室又会站几派说什么那边可以烧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那又一派说那边不用烧，浪费时间，一样嘛。那为什么要开台玩这个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玩这个其实 EQ 要很好哎、欸，我都很佩服那个谁熊猫子他们开台玩这款游戏，
可以玩得很开心啊，可是就聊天室也会有。如果说今天已经灰蜡差一点点除我的话，才会去捡一些没有的地方。不是各自决定跑图方法吗？不是，我就在这边吧。再吵就烧你。哎、欸，今天这边没有，还是不是这里？可恶！跑哪边？我漏掉吗？没了吧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没有了，就当作没有了，就当作没有了。我们走，给于娜画过的地图、欸。哎，啊，你怎么没有给我看？哎、欸，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我带你，哦。完蛋了，真的随缘了，没关系，我先烧。哎，呆鱼跟雨林，等一下要不要解那个？点那个雨伞先煮啊，然后顺便烧一烧。还有谁？刚刚还有谁要解？那个谁，海灵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见面喽。好吼。我有伞，我也有啊。佩佩跟欧弟出现啦！哦，海灵有蹭到了哦，好哦。我在那边挂机，需要传点可以传。你在那边挂哦，挂火。安鱼来。等一下哦。对啊，都是跑图大佬。哎、欸，你是谁？月月，好。月月是不是都在跟佩佩跑图啊？有没有八卦啊？我现在跑进格，希望待会去雨林结论遇到好的小黑。你可以蹲，我懒得蹲，懒得。你跟克洛伊跑图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没事啦。
还有人要加吗？手机剩下39%，没要加好先下线喽。好，拜拜。什么东西？我跟他们在语音，雷们干嘛？你是叫我进去聊吗？可以不要丢下我不打我的名字吗？三个人，好吧，我们回去解任务咯。好，解任务，解任务。你跟他们在语音，可是光遇吗？可是我没有看到，你们是私下通话吗？我怎么没看到有三个人的房？你说私下聊天哦？待遇要不要来？跟佩佩好像，啊，就这样子啊。要换吗？换什么？你看吧。被说撞衫就会有这种状况啦，我被恭维。看一下圣岛纪毕业的样子，还有要解吗？没了，出发。你跟西敏跟克洛伊，然后嘞？那你们在通话吗？这件就不好撞了。是啦。迷路要来吗？我是梦想机，哎，不是圣岛，我讲错了，我刚讲圣岛吗？大家都三人行，哎、欸，你们最扯是私下通话的，好扯哦，停息断了。你才知道有直播，笑死！你账号被登了，我靠，哭啊！那等你回来啊！哎、欸，去杀、啊！
还记得那时候不是说雨林有个朋友叫绿豆吗？我们那时候就在解这张地图，所以那时候是绿豆要走不走的，结果造成说我跟雨林同时生气有问题，所以懂了吗？就是因为这张地图。应该说就是这个任务。哎，我来抱抱了，我来抱抱好了，谢谢清晰，感谢感谢。好啦，白鱼，来吧。欸，还要送到天堂哦，还要超度他哦。你要超度他哦，这个伞是夏天的时候卖的东西，然后他们这个蓝色的伞呢，是这个先祖的东西。好啦，应该就开到这吧，我再去看一下那个火试炼的影片啊。要关了，要关了，休息一下，太累了。啊，好啦，感谢大家啦。谁知道刚好今天是解这个任务啊，笑死。对，要休息了，拜拜拜拜。休息再来内容吗？可以啊。反正我等一下换手机啦，啊，如果清晰真的要给我蜡烛的话，再给吧。好喽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你下个月再抖，好啊。抱不到，抱不到。哦，对，你看一下哦，这位是寿星，这个绿茶牛奶今天是寿星。面啊，可以啊。这位是寿星，今天的寿星。好喽，那我先回去喽。大家晚安。那我回去换个钢琴弹一下，好啊。大家拜拜。